拳皇2000的比赛，来自万三哥啊，这是一场非常受关注的一场对决，来自一批韩国阿库玛，号称韩国最强的二 P， 这是中国导师小孩，大家非常喜欢的啊，小孩大猪虽然是有金身，不过没有占了什么便宜啊，依然是被韩国人啊干掉了首发，他的中间是选择了 King， 他们两个阵容啊，说实话之前是一模一样的，这边小孩是上大猪啊，不过大猪这次没有占了什么便宜，被对方打死，好吧，双方开始拼力回战，那小孩跳 CD 再花动车第一次牵制，留着啊，压纹啊，留着留着，不着急。对面明显在钓鱼啊，你看我们不动，他们不动啊，我们不动，他们就不动，明显在钓鱼。宣城啊，在那个什么，在。某瓜，欢迎发现。我在 K 歌房哦，你在 K 歌呢？你玩你的。我一大打这把可以上跳了。感谢大大的浪漫花火支持啊！你看，哎，对面怎么不动了？恭喜小孩拿下了第一币啊！拿下了第一币啊！拿下了第一币啊！感谢位大大的大空头，小孩1-0啊，小孩1-0了，哇，真的是4倍啊，我操，碰到了一个硬点子，我就说对面在钓鱼啊，感谢大十二超哥的酷炫空投，感谢为大大的为爱登录。我去，牛逼牛逼！鸟了吗？得拿到双倍，没有拿到四倍啊！赢了，但是没有秒到，时间到了。面包，你每天都要跟我下面包。给咱们的榜一大佬伟大佬刷一个88，好吧，刷一个88。我这边在打榜，在打榜。给咱们无敌的伟大老大佬刷一个888。刚才是打的谁呀、啊？
唱歌的，我唱歌都挺牛逼的。截止到11:52就不能 PK 了啊，还有12分钟，还有12分钟。青儿唱将的气坏了，偷鸡不成18米是不是？小孩加油，小孩这边是已经跟对方拼到手里战地面，但是有三颗气，好，准备 CD， 开机身了啊，皇马已经开机身，发起进攻，小孩开始拉开距离。好，救援中，哎，刚才这个 CD 没有跟上去啊，确认慢了，小孩也有机身了，现在阿狂马机身时间没有了，阿狂马开始撤吗？稳了，稳了，2-0啊，给小孩刷个赞。